是超级棒。看到我们摄影师那个几个字，我都觉得蛮吸引我的。怎么了？不搭死 BB 嘛。辣丝、欸。你过来，我看，因为他不是太阳组，你帮我念一下。上面那个、欸、看不到，吴大师 BB。对，好听。什么意思啊？就是吴大师 BB， 他姓吴叫大师啊，他妈妈叫、哦、啊不，他的老婆叫 BB 哎、欸。哦。他姓吴叫大师啊，吴大师，太太叫 BB， 吴大师 BB， 夫妻，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贤伉俪啊，就叫做吴大师 BB。喂，你们在干嘛？在笑？好了，我讲错吗？没有，我们的黄代表那边好像不要误导朋友。喂，啊，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一讲他们都在笑？因为我是太阳组，我听得懂你在讲的是吴大师 BB。为何一直在笑嘞？什么意思啦？来来来，解释！我刚不是讲吗？
他姓吴叫大师，他老婆叫 BB，、哎、他老婆叫 BB。好啦，那都是笑梗。不是，这一定有典故。哎，那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哈，真的吗？对。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大哥。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呢？对，海绵体的啊 ，BB 是洞口。对，桃山村的，不好意思，扯远了。喂，你有点。桃山村的隧道是不是？就桃山隧道的意思。桃山隧道的意思。陈建明，他解释对不对？好，好了。他这样讲对吗？吴大师 BB 啊 ，Yeah， try， 好了吗？现在非常有名的格乐宝乐团，欢迎再来。吴大师 BB， OK， 掌声要不鼓励鼓励。你给我记住，笑得怎么我都不敢讲，你敢讲？你给我记住。不讲哦。不然你坦白，我们研究比较坦白。坦白什么？啊，讲实话。什么实话？你就别再问了嘛。好，再来介绍吴大师 BB 来。笑你两毛没关系。来。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吗？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吗？那个德鲁古话、泰鲁格族话哈，电影里面那个邦嘎有一句，叫干尼干尼娘，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他们黑不不熟。那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他们黑不不熟。他们黑不不熟。
好，门怀十八嘞，谢谢啊。他是他们自己要照的，你现在别人在照相，你拍他们干什么？对不对？人家是有肖像权的、啊。OK， 谢谢你。公开活动讲了吗？公开活动我们是大会，我们有权利可以邀请哪些人可以来摄影，哪些人不能摄影。如果你现在的影片如果拖到网上，我们可以主张，因为这是我们是大会主办的东西。香港交代你，谢谢你。香港交代我是裁判，我是会场管理，你可以针对我。你终于要交代了吗？不是，我是会场管理，我用我的管理的权。大会报告，我们跑到紧接在后的是桃园区卓溪乡、海端乡、卓溪乡、海端乡以及延平乡。大家都不要为难，好吗？可以吗？画面够了吧？好，现在进入最后一圈。对不起，我们禁止你拍摄。大会报告，我们大队接力是禁止。警察，我不会找警察，这是我们的场地，这是我们的场地，我们禁止你摄影，请离开。对不起，你可以在这边观赏比赛。乡长交代的是不是？不是，不是乡长交代，一点。大会报告。跑道上现在马上要进行的是射男组800公尺的决赛。你为什么不能摄影？介绍到次，我们有权利。第一道信义乡，你自己的所作所为。第二道延平乡，在网络上也欣赏过你的大作啊。第三道我们这么会卓溪乡，好吗？第四道大家互相桃园区，这不是自己。第五道。桃园区，我们大会，我是大会的会场管理，我来。海端乡，第八道，卓溪乡，谢谢你，好吗？大家一起帮忙。李先生，你到底要怎么样？我现在怎么了？你现在如果啊，我们达成一个协议，如果你躲在一个角落，我没看到你，就算好吗？Come on!
吗？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吗？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吗？会有这种考试，我第一次看到。因为我们现在是比较专注于那种身体上的探讨。哦，身体。这个什么时候变成考试用这个手势？因为看到这个的时候，就是一个专业的手势，像嘴巴也是有专业的术。用手去抠鼻，那个抠鼻怎么讲 ？QQ 啊，不鼻。QQ 啊，加一次，再一次慢一点。QQ 啊，不不鼻。QQ 啊，不不鼻。QQ 啊，不不鼻。哎，哦，非常。抠鼻。啊，嘴巴的怎么？嘴巴是这样，不是这样。他有意思，有时候这样。不要乱讲啊！意思。再多一点，看有没有更灵活的动作。更灵活的吗？这样。对。哎呀，前戏舔 B 哈，舔那个不给，那个舔不给怎么讲 ？Nuts nuts to 不给啊 ？Me nuts nuts to 不给 ？Me nuts nuts to 不给？哎呀，哦，好了啦，这不做了啦。再做一次那个刚刚那个考试嘞，再放在脸部上面。比脸部的考试这样。嗯。你怎么那么强？傻小啦！我有 A 级这样执照的样。你应该是国宝级的。我刷牙都用牙，我刷牙都用舌头。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吗？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吗？
诉你吗？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吗？没有告诉你吗？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吗？没有告诉你吗？那个打手枪怎么翻？门拉瓦乌达。门呢？门拉瓦。门拉瓦是碗啊。门拉瓦乌达。Kobe 比那个怎么翻？有些男生会帮女生助兴，会去那个 Kobe 比哦，叫那个调情呢、啊。那那个怎么讲？那个 Kobe 怎么讲？是用挖吗？还是用这个？那叫抠，这个那叫抠，这个那叫抠。不要藏起来，快点，赶快教学。好像是 Gamali 啊，好像是 Gamali Bibi。Gamali Bibi，Gamali 就是抠的意思。哦，就装傻。那个装傻的鲁古话怎么讲？装傻。啊，装傻。假装不知道这样。你就卖 gay 啊，那个装怎么讲？Menangi ni kita. Menangi se. Menangi jatuh. Oh, jatuh pun tidak ini kela. Ini kela. Menangi ini kela. Kela. Menangi se jatuh ni. Menangi ni kela. Menangi ini kela. Kela. Oh. Menangi bibi jauh gebai ma. Hah. Menangi bibi jauh gebai ma.啊，Menangi Bibi 叫 Gebai 吗？啊，他们现在讲说 Gebai 就是又假又鸡掰，叫 Menangi Bibi 就 Gebai 呢，可以这样翻吗？不行不行。是超级棒。
超级棒。他刚刚讲说他那个冠军的那个动作怎么讲？冠军那个自卫的动作怎么讲？张子举三零零二，不然怎么讲？三零零二，张子举三零零二，不然怎么讲？三零零二，张子举三零零二，不然怎么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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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零零二。是超级棒。
是超级棒。他那个座位叫米阿利哈，米阿利有很多种哦。你帮我多介绍几种讲法。很多种啊，你阿利比你滚拉滚。还有呢？比滚拉滚在家。对呀。哎呀，你阿利把你滚，你拉木。马拉木。哎，马拉拉。啊，对，你阿利比你滚拉滚，这样子的三种啊。你除了米阿利，另外两种慢一点。米阿利还有。米拉木，米拉木，还有尼古纳棍，尼古纳棍。哎，那如果说那个蝴蝶交配会产卵，交配怎么讲？交配，对，就是那个动物的。马达达克兹，马达达克兹，马达达克兹。哎，我在念的时候，马达达克兹。哎，哦，哎，还有怎么？那个怀孕怎么讲？啊，吉蒂亚，慢一点，慢一点，吉蒂亚，马布亚波伊。几滴呀？马布亚杯，马布亚杯啊！这月经怎么翻？阿妹，拉什个阿妹？因为现在有卖那个卫生棉广告，在问月经怎么讲？拉拉是月经哦。嗯，拉扭屁股怎么讲？米伊瓦埃尔多托莫特。米伊，我们再一次。米伊瓦埃尔托莫特。米伊瓦埃尔多托莫特。多托莫特。哎。那个脚打开怎么讲？啊，把我喊我阿姨，慢一点，把我喊我阿姨，你又愿意念快，慢一点。把我喊我阿姨，把我喊我阿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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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屁股很翘怎么讲？啊，莫得干咩？你妈呀，妈都给他好，妈都给他那个翘起来，我把它搞好，妈都给他对，妈都给，妈都给。哦，讲那个包皮怎么讲？嗯，骨蒂是那个，骨蒂是那个龟头啊，哎，骨蒂是龟，骨蒂是龟头，哎，包皮怎么讲？包皮，马大夫，马大夫骨骨蒂，包马，马大夫马。骨蒂就是骨头啊！哦，骨蒂是骨头。骨蒂，马大夫，骨骨蒂。哦，那个骨头是搞完哈。嗯。很紧怎么讲？马格勒特。马格勒特，你要放慢一点哈。马格勒特。马格勒特。很松啊。老外语。慢一点。老外语。罗河歪歪，罗河歪，哎，还有什么啦？那个，
很深，怎么讲？大罗龙，大罗龙，哎，大罗龙，哎，哦，那个刺怎么讲？有的杀猪要刺，那个刺。米猪猪，米猪猪，猪猪还能，就是刺嘛。那个跟吸奶有什么不一样？是啊，是猪猪哥，猪猪哥，米猪猪，哎，猪猪还能。猪猪不是胸部吗？发音很像，猪猪跟猪猪不一样，猪猪跟猪猪，哎，米猪猪，米猪猪是在那个吃奶呀，好，好那个什么，那个奶头怎么讲？猪帮你慢一点，哎那个，哎，猪猪奴帮你，猪猪奴帮你，帮你，哎。